Seraphim 恩采近日在恩采的明星日记中计划邀请 HYBE 的日本男团 &TEAM 来担任嘉宾，没想到恩采一走进休息室时直接被 &TEAM 和另一组 HYBE 男团 Boy Next Girl 恭迎进门，让恩采瞬间射死现场。다같이계신거예요잠시만안녕하세요저못들어가겠어요 혹시뭐무슨레드카펫을걷는느낌节目中，恩采还和嘉宾 Yuma 以及 Harua 传授在韩国打歌节目的各种秘诀。两人在之后还称呼恩采为前辈，让恩采超不习惯呢。제가좀선배님이라고하기엔좀아니에요새선배님선배님들이랑만날기회가많을수있는데사이가좋아진왜웃으세요왜다들빵터지세요해주는방법이연체스타일기를하면서아니그래도성격이그래도바뀐것같아요내향적이었는데이제는조금나아졌다니까